掌声欢迎台青椒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晚安。哦，这个夜晚总是令人安静，令人平息，令人有一种奇怪的声音。这真是刚爱的部位。带来这首《仲夏青春》，接下来再来告诉你。跳舞啊！哦。
个香蕉还是要笑绵绵，笑笑笑笑，甲听你的囝同款。哎呀，这是听阮阿嬷的囝同款，啊，就是阮老爸啦。哦，听过青蛙叫吗？冠词嘛 ，This is man, this is woman, female。我们在高雄崇旗山哦，特别到铁花村来做巡演的《仲夏青春》这张专辑，《静哈青春》呐，吼，就是要甲你讲落去啦，就是吼，我即马做个老爸啊，做个老爸靠我都讲落去啦，对不？I'm do my I make a baby, and you're happy. Yeah.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哦，而且都会带来今天我们的香蕉跟我们的农产品。今天你找来喜欢吉吉山的古巴吉啊，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只要你举手，马上这一根就是你的。一二三，哦，谢谢。
三个是不是？哎呀，他跟你一样，我只有生两个，你生三个，那你比较厉害。他种下了、哎、啊，他种下去了，马上种下了。哎，请，哎，第二题来问一下大家啊，今天我们没有带整棵香蕉树啊，那我们有种在后面，明年听说村长收成以后就可以分给大家了，好不好？花哥拜托你。哎呀，剑下青春这张唱片，有啥物好歌嘞？继续来，先听歌，再来啊，再跟大家分享。我们是台青椒，下一首歌跟种下去的老妈有关。我要唱给我妈妈，唱给你妈妈，大家的妈妈，大家妈妈拢欢喜的妈妈。写这条歌，唱给妈妈。